天气非常好，所以希望今天可以有机会去跳伞。虽然说我现在其实也是蛮害怕的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要去跳，其他两个人都认怂了。好吧，我觉得年纪再大一点我就不敢跳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趁早跳一跳，才不会毕生遗憾。昨天晚上应该是下雪了，因为今天真的蛮冷的。超满的，只能等到1:30才有，所以我现在他妈超紧张。1:30的时候要去 skydiving， 要去跳伞所以现在这是我的自白。我觉得现在有点紧张，没有，其实应该不算是紧张，我现在有一点就是一片空白，就是你没有任何害怕，你也没有任何期待，你只是觉得你好像等一下就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。我希望我等一下吃的东西不要吐。12:00，大概普遍培养我跳伞的这个时间。
ready? Yeah. Five. Yeah. All right. See the plane. Couldn't end being hugged. But a beautiful day. Yeah. Thanks for all. Thank you.